是有人追我们吗？有人在追我们吗？快跑快跑快跑！哦，好累哦，不跑了。来吧，你就杀死我吧，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好不好？我要用走的，悠闲的散步中。哦哦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款叫做《Run to Nowhere》，意思就是无路可逃、无路可走的意思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开始。我们现在开始了吗？他说 A 和 D 可以跑，然后叫我们跑快一点。A 和 D。欸，这跑步方式太累了吧？我要 A 和 D 一直交互的按欸，我不能说按这个键，然后我就往前冲了。他说，空白键可以往后看，往后看。他叫我们跑快一点，然后又叫我们往后看，是有人追我们吗？有人在追我们吗？快跑快跑快跑！等一下，这跑步方式好累，我要双手并用，比较轻松一点。有哦有。他说黑暗中有什么诡异的声音吗？还是什么奇怪的声音？黑暗中有声音，我没有听到啊，我听一下。没有啊，我没听到啊。真的有人追我们吗？我们都停下来了、欸，他这样还追不到，这杀人狂也太菜了吧！哦，这跑步方式，什么？哎，不对哦，你们看到旁边的树开始在起风喽，代表有东西要出来喽。哎，往后，啊，继续跑，继续跑。我可以听到，我可以听见他，听到他什么？听到他在放屁的声音吗？哦，好累哦，不跑了。来吧，你就杀死我吧，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好不好？来，我就等你，我看你什么时候能抓到我。哦，好累哦，心好累哦，不走了，我要用走的，悠闲的散步中，在一个诡异的小公园里。嘿，没有人啊？真的有人吗？我看不到啊，黑黑的。好啦，继续走吧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那什么？什么在你心？哦哦哦哦哦！那什么东西？他戴着一个头套、欸，哎，变态啊！哎呦，大哥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帮我剪头发哦，太可怕了吧！你的那个剃头发的，好像有点大只哎、欸，然后游戏就这样跳掉嘞、欸。嗯，奇怪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直接跑到底好不好？我再看一下游戏，直接一路往前冲，不演了好不好？刚刚被你抓到的时候，我在等你啊，懂不懂？你这个菜鬼，菜鸡鬼。好，这次我们认真跑。怎么每个游戏都怎么展现手速啊？冲啊冲！好 ，A 和 D。冲啊！欸，等一下，我玩这么快，怎么还是跑这么慢？不要回头，一路向北。我一路向北。快跑啊！快跑，快快！欸，这个按太快好像没用欸，他一定要左右左右都按到。好好好好，快快快，我手快抽筋了，快让我跑到终点，快快快，一路跑一路跑，不要让他抓到我们啊，那个变态理发大叔。
我才刚当完兵，头发长回来啊，又要把我剃掉，吓死我了！快跑，快跑啊，快跑！哎，好累哦，干，真的超累，快跑，孩子！哦，太累太累，救命！快，他要抓到我们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快快 ，come on come on go！ 哎、欸，还是被抓到了，为什么？哎、啊，要怎么样才能赢啊？哎呦，又被剃光头啦！可恶啊，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、啊！这个游戏它好像是我第二个结局啦，我刚看了一下那个游戏的网页，然后它好像是说不能回头，因为我们刚刚好像我不小心按到一下回头，所以就没办法触发第二个结局这样。我们这次千万不能按到空白键，就一路往前走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跑哦！哦，真的好累哦，为什么要设计这种方式？不能按着一个前进，然后就直接往前跑吗？很好很好，跑哦，快跑哦！你们说会跑到底的意思吗？还是会直接跑回家？我可以听见他，我也可以听见你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啊，太累了，谁要帮我按一下？来来来了，要触发结局了吗？快快快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哎、欸，后哎哎、欸欸，这次我们变成理发店大叔嘞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变成在后面追的那个人啊！哦，哎呦，现在我帮他剃光头啦，他刚帮我剃光头，现在我帮他剃了，爽了没？让你尝尝光头的滋味啊！好啦，那这款游戏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